小子居然还敢收集剑草。大哥，就是这小子，拿住了他不但能得到剑草，咱们还能拿到大钱的悬赏。小子有点实力，可惜你遇到了咱哥俩，大钱的悬赏我们兄弟要定了。二弟可别将人给杀了。大哥放心，我这幻灭刀法只废他全身经脉。既是大钱走狗，那就死。二弟，这等剑意怎么可能？别杀我，我知道一群大威弟子正在被大钱沈公子围困，身处危险之中，只要你答应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快说。我说那群人中还有一个和你一起参加过擂台比试的，叫什么幽千雪。你若是去晚了，此人怕是就要被沈公子给幻境囚笼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快放开我，放开我。现在解说了吗？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，再浪费下去，你的那些朋友恐怕就要死光了。哼，此地乃是我的精神幻界，此地半个时辰，外界才过去一息而已，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？我说是大钱沈公子带着一群大钱天才，将你大威的十多名弟子围在了数百里外西南方向的一个山谷之中。大钱王朝，怎么回事？为何还没破开阵法？沈公子，此阵接近七阶王阵，所以破开还需一点时间。哦，接近王级阵法，这大威不过一个下等王朝，居然还有这等宝贝，可惜得罪我大钱，难逃一死。沈公子说的是，就凭大威也想和我大钱对抗，简直异想天开。给你们半个时辰破开阵法，本公子可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。是。可惜秦尘不在，否则定要他知道得罪我大钱的后果。本公子已传令下去，谁将秦尘带来，就能得到惊人赏赐。我要让他承受无尽的痛苦。这大威一群人怕是要完了。是啊，可惜了，里面还有几个姑娘，以沈公子的性格，这几人估计要惨了。他